这是我一个夜市啊内底做三四十年的新进，心内的感想。因为阮甲即卖行李会使讲，我去看有去，有时候有时候会去看看外面的夜市。嗯，然后现在的夜市的生意都大家都大部分都起色的啦。那我们还在努力当中。一般一般人就是讲，因为我求好心切。我是咪咪，这个是我的人生调色盘。